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等了三年，新世界福尔摩斯终于要开始了。哦，第十季，哇！快开始了，那我就准备要等人收看。终于要开始了啊！我超级无敌无人而期待的，开始！是，超级怀念我的妈呀，我的 auntie。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第四季第几回？好黑啊！哦，我要期待的第二集哦，1月8号哎，很快。然后在第三集是1月15号，跟前几话有点奇怪。这一集没有爆点的感觉。有几个伏点我还挺在意的。好，那剧透解说好了啦，不然的话其实我没有讲什么东西，感觉好像这一季全部看完才可以。今天这一集我有，就是我现在等一下要说的话，大家如果想要就是还没看的话，请不要停，等你3秒钟。这边要停，好，很可惜耶，华生的太太玛丽竟然就这样被射死了。What？ 其实他那颗子弹飞向那个福尔摩斯的时候，其实我还认为说福尔摩斯他身上其实有预料到他会拿那个犯人会拿枪，然后射他的时候，其实他身上有穿防弹衣。结果华生他太太竟然过去帮他挡。Why？ 要死也不是第一集啊。哦，那当然也留下很多问题。第一个。接近华生的那个女人是谁？第二个，麦克夫，他冰箱上那个13TH，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数字的表示，还 是一个日期的表示，我有点看不清楚。这两个我比较在意，有可能下一集就出来了。那刚开始，麦克夫直接说 ，My brother is murderer， 真的是很嗨耶、欸，就是。一想到第三季最后的那个部分，真是很嗨。没想到那个，我用他其实很多人的名字，其实我没有很记得。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请别人来把他杀掉，所以是并不是福尔摩斯杀的、啊。很有兴趣、欸，就等过后的1月8号好了，还要再几天哦。大家是不是也是觉得那个玛丽不要那么早死？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工，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挂咖了？这个便当也领太快了吧？第一集就领便当了，那第二集、第三集到底要演什么？还有 Fermat，Moriarty， 对 ，Moriarty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来？他到底有没有死？哎、欸，其实我还挺希望 Moriarty 有出来。第二集跟他到底是死？真死假死，还是他的手下来扮成莫利亚迪啊？好吧，还是等第二集跟第三集。那第二集跟第三集我还是照样会拍，让我们继续期待吧。好，如果喜欢我这段影片的话，或许可以在下面帮我点个喜欢。那如果想持续并且追踪我的影片的话，或许可以在下面帮我点个订阅哦。好，那我们第二集新世纪福尔摩斯再见喽，拜拜。